OK， 我们来看随堂练习四，在同一条经线上的两地距离做法。随堂练习四第一题和第二题，做。第一题，他讲已知道 AB 两地位于一个 同一个经线上啊。所以 A 他给你，他就不要给你经线了嘛，他给你纬度罢了。然后 B 75度，两个都是北纬，或半立秋这样子嘛，都是圆形，北纬是58，北纬75。就是58，就是 A， 就是 B， 75这个，75，就他们相差多少？以海里表示，不可以加减。同一个纬度吗？17度，所以会等于17×60秒，60分，60海里。1020海里。OK。B 小题。0度 AB 两个点42度南赤道在这边极轴0度，这是 S， 这是0度，42度下来，这是 B， A 在这边赤道上面，所以AB 距离相差是42度，1度60分，1分1海里，2520海里，OK， C。A 是43度北纬 ，B 38度南纬，一个南一个北，赤道，北纬43 ，A 是在这边，一个是南纬38。所以 AB 距离43+38，总角度乘60分，60海里，81×60，4860海里。第二题，也是有两个，他讲已知道 PQ 两地位于一个同一个经线上，且两地相距1000海里，就是1000分了。P 位于北纬7度。求根据下列的条件，求 Q 的纬度。哦 ，Q 位于 P 的北方，
所以北方的话你就画了。P 是在七度，不管它经线在哪里的，不管，这是零的车道。O、P 在这边七度，三十分北纬，这是我的 P。北方哦 ，Q 在这边，只要找到角度出来啊。这样我们找到角度差这边 ，off theta 就是，然后这个他给你这个一千海里，这一千分啊，这个角度是一千分吗？对啊，所以 theta 会等于一千分除以六十分，换成角度。236.68 度，所以求 Q 的纬度 ，Q 的纬度七度，三十分就七点五度。加16.67度，整个加起来嘛，对啊，整个7.5，24。你要换成多少分也可以的，乘60就可以了。OK，B 一样的问题，他讲 Q 位于 P 的南方。画一样的图，侧面的图，这是 P 点，七度，三十分 ，Q 在南方，然后这个。角度要找，因为这个是零度，这总共是1000海里，所以要找出这个角度，我们假设叫它贝塔，放什么角，放什么符号都可以的。所以一千海里就是1000分除以60分就是角度，这个算出来要等于角度哦，7.5度加贝塔，这两个加起来是1000吗？所以这个是算出来是16.67。大家可以算了，数学哦，你一定要画图，画图你就容易看，容易理解，所以角度可以找出来，16.67度减75度，9.17度，16.67吗？所以 Q 的。纬度为9.17度南，刚才第一个小题是北，这个是北 North， 要写 North 啊，不然就错了，要写北，这个是南。随堂练习四就完了啊、哦。